谢谢，我挑一下啊，谢谢。嗯，那个，我先说话吧。你说吧。嗯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不错。刚才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说的挺热闹啊，嗯，那个烧同志，还有这个。多难听啊！什么叫烧同志啊？这不小烧吗？说丙先生也好一点啊。嗯，丙先生还有小四，还有我大爷，哎，啊，于老师，于老师，三位给您说了一段。对，下去休息一下。传统节目，什么传统节目？说的什么玩意儿？哎，那个活泼。三位下去休息一下。很辛苦。这场呢，又把我们爷俩换上来了。嗯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，说说吧。我叫岳云鹏，都认识。我的师承就是我旁边的这位，也今天也是今天我的搭档，叫郭德纲老师。啊，都认识，不用客气。啊，这会儿应该有掌声了。啊，你看都没人搭理咱俩。嗯，他们还沉浸在那踩报纸的乐趣中。嗯，正咂摸滋味呢。啊，就是一上场我想提来的，我觉得太恶心了。别说那个 啊这个平常啊，我跟我师父在一起合作的机会特别的少，很难得啊。再加上我师父也很少出台，哎，不是，也很少出来演出，对，很少出现在这个舞台上，也没少演啊。当然了，嗯，那个小剧场他很少演。嗯 嗯我们经常在小剧场演出。嗯，我们爷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多。哎，今天封箱了，我们爷俩在一起说一段，一块合作，一块合作。其实平常我不敢说我师父，为什么呢？包括我跟孙越在一起搭档的时候，我说观众朋友们喊说一个郭老师的事儿啊，我从来没敢说过。孙越嘴不好啊，他会告诉我的。对呀，所以说今天当着我师父的面，我说一个我师父的事儿。嗯，你这也是要作死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因为你暂时还可能还不敢开除我，哦，知道吗？你这句话都说得我心服。这场演完你就走吧。因为我过两天有好事嘛，这不是？哦，啊，这个，什么好事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啊，这个我说一个我师父的事儿，我师父跟那个于老师就这么就拧过来了啊？啊，行。我们俩在后台对词儿对了仨小时啊。嗯，忽然一下我不会了。那个没事，孩子，有我呢。是是是，你会不了啊。师父，今天我逗哏是吗？哎呀，我给忘了。是刚才我没拧过来，但是说一个，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我师傅的事儿，啊，我的真事儿 啊！跟于老师，啊，这些年出去卖去，人家挣了点钱。你等会儿，我对你的措辞表示遗憾啊！出去卖什么叫这些年呢？啊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我说了些什么啊？这些年出去卖艺，说相声，买票，嗯，挣了点钱啊，买房了，嗯，妈，我师傅买了一个别墅，是的。于大爷在我师父那个别墅的地下室就长期的那么住着，他也带着烧锅炉啊，两家呢都请了保姆了。是的，两家的保姆经常在一起聊天，嗯，在一起沟通，因为经常在一起买菜呀，什么遛狗啊。哎，人以群分吗？嗯，于老师的保姆说了，大姐，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是太太，是太太。什么意思呢？说明于老师的媳妇事儿特别多。嗯，一会儿要求人干这个，一会儿吩咐人干那个。嗯，你只能说是太太，是太太。我师父的保姆也说了，哦，你那算什么呀？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说什么呀？不，先生。不，先生。就不要这么声情并茂了，好吗？真事儿，真事儿。嗯，平常这个段子我不敢说。哎，这都是真事儿。你还不敢说呢？都快说臭了街了。刚才人家二位说的，反正三位，人家三位唱的，反正说的哈。你们三位，烧饼、曹火阳、于老师说的挺另类的，包括前面那场也有唱。对，我觉得他们唱的不好啊。今天我唱一回。岳云鹏，你不能这样 啊！术业有专攻，得道有早晚。
每一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长，是你不能就这么说人家不如你，怎么就你唱得好啊？我确实唱得好啊。那你还好得过我去？就有的东西您不如我呀。哦，术业有专攻，得道有早晚。对呀、哦、您唱戏唱得好、嗯、河北梆子评剧这都行，嗯嗯，古曲也行啊、嗯、虽然这些我都不行，哎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歌唱得好啊。哦，唱歌唱得好。对呀、嗯、我师父唱歌很一般。我基本不会呀、啊、很一般啊。我师父唱那个什么 Super Star， 我给您学一下啊。什么什么秋裤 Star？ 有一次我跟我师父去夜总会，我们唱歌去。我疯了，我跟你去夜总会，我打一电话那于大妈就来了。那不合适哈、啊！我们作为小辈，这些我们就不掺和了，对不对？啊、你们也掺和不上、啊。是，我们也勾搭不上。那个，什么话这叫？有一次跟我于大爷还有您去夜总会，还有他呢。有啊、哦，然后去夜总会唱歌，《Super Star》，我给您学一学啊。哎，我师父唱歌，你是电，你是光，你是唯一的神火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些英文他不会，嗯，不会，汉语拼音也不行。所以说歌一般，还有一个您不如我。什么？太平歌词。啊？哎，这个曲种听着好心酸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没有作死的节奏啊，真的。但你脸上写满了作死这俩字儿，没有那个节奏，没有、中英文都有啊。没有那个感觉啊！我师父 那是死到临头了。我师父太平歌词是唱过啊，但是会的少。要，切克闹，哎，真的，还煎饼果子呢啊！来一套，怎么太平歌词我就会的少了又？少真的会的少，不会唱。我师父有好些个文本啊，文本，但是他没唱过，也不会，我偷来了。我学会我唱了，你说的我都有点乱了，孩子。真的，我那些文本你都偷走了？啊，您搜集的老先生的文本是你拿走的？啊，我还冤枉你于大妈呢，我以为他给于谦拿走了呢。咱这个节目总有第三个人、啊、那个这不是封箱吗，孩子？是，说说心里话。是，平常也不敢这么痛快、嗯、那个我给拿走了啊，然后我就唱了。您不会？我还有我不会的啊。有，也对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、啊、对不对？嗯，而且我问你，唱太平歌词有专门的乐器，您知道是什么吗？这还真没听说过。是吗？这跟我们的一样吗？您那叫什么？板儿。你那叫钢琴呐、啊、大姐，你至于这么笑吗？你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，这是你于大妈化的妆，穿上衣服我也认识你。哦，于大妈呀！你看她笑得多甜呐！啊，因为我有糖尿病。来，你用什么伴奏？我的天哪，你怎么了？你竟参加审查了？你没看过这个节目吧？我突然间又不会说了。那是，少爷，从头学吧。从头学。嗯，咱说太平歌词、哦、啊。哎，刚才咱们已经说到乐器了。对对，我们唱是用板儿。板儿我们不一样。哦，你们不用板儿。我们是两块板儿。哎呀，这个太完美了哈。两块板。哎，你上回挨打也是因为这样说话吧？你改得了吗？你还我已经好多了。那就那个两块板、嗯、两块主板吗？带了吗？没带。我带了。哟，我回家看看，丢了吧我那个。没有没有，还带着板呢。噔，哎呦，好神奇哟。哎，这是一、哎、这是一块，这是一块，那一块还有一块。你这板像你大爷搁手机那镜头，你拿出来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声音哈。啊，会打吗？你不老会的。
来，我会。嗯，看着啊，哎，响了，太神奇了！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比刚才那下还好。哎呦，花点啊，还有花点。哎呦，你这帕金森得治了。这手也会。哟，这手也行，恢复的不错呀。那是。啊，听着啊，哎，不，你要干嘛？等等，哎哎哎，花点儿，等会儿。但是有还是有问题，还有问题。没有，没有这手。你尽量啊，多吃青菜，晒太阳，别一人待着。真的，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会好的，会好的啊。听着，我要死似的。嗯。我给您唱一段吧，好不好？凭什么呀？谁要听了？你不要学吗？我疯了！你打这么大跟着我长大的，你不是我生的，你是我养的呀。这个我不会，我唱这个，你母亲小学还没毕业呢。那我妈岁数不大，那个后来改户口了。要不您来，我不会，完了，我肩周炎，完了。不，你要唱一个，会治好的，会治好的 啊！不，你真要唱一个？对呀、啊，不是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唱一个你不会的呀？审查压力太大了吧？是压力不小，但咱不要提那个事儿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人都有一怕啊。哎，审查已经过了。那个，哎呀，要唱一段是吧？哎，唱一段。要唱得唱好的呀。那当然了，唱一个你把我说的一分都不值是吧？你得来好的。唱一个您不会的。那倒行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玩意儿啊，这个不见得谁比谁大就如何如何，人真有高的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好大的回声啊！有别唱了，桃红柳绿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哎，嘿、哎，好身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孩子，岳云鹏，剪脸吧，快点吧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明月如同匕首。哎呀，他练成功了。东看瑞雪。审查制度害死人呐！好好的演员逼疯了。你一张嘴，底下观众都知道了，《白蛇传》的孩子，《白蛇传》多新鲜呢！这叫什么呀？这就给您一个面子，给您一个面子。我喊您师傅这么些年了啊，十来年了。对呀、啊，突然间台上撅您，您不会，大嘴一咧，这段我没听过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我们孩子知道我脸皮薄，哎，怎么这头一段是让着我。对呀、啊，怎么也得给您面子，还有我大妈呢，对不对？他不会因为这个不爱看我的。那么再唱一个啊，啊，你就不会了啊，我很盼望。对，这里边没有面子了。是的。汉高祖有道坐江山，有军政陈锡安万民安。可以了啊。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，他灭罢了调门太低。韩信算卦，现在唱这个在德云社一分钱七段管饭。过去卖糖子都唱这个，啊，这就给您一个面子，给两回了，哎，给两回，我有这么大的面子，有有有，我就是个面罩啊，啊，还怎么出这么一句？我儿子好开心，嗯，接下来呢？哎呀，面罩是什么？你都不知道吧？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款式的意思。好好好，再给你换一个。这次我肯定会不、哎哎、我抱着一个学习的样子、哎、看你怎么死、哎嗯、好好哎呀酝酿的石崇豪富范丹琼甘罗运造万太公、哎、可以了彭祖爷受高一回领断六个人加油
刚过了审查就这样了，看见了吗？这要是直播完了不得飞起来咬人呐？干什么？你怎么了孩子？你这个太平歌词都太平间学来的呀？你不说唱我不你姑娘干嘛？姑娘去哪儿了？姑娘怎么了？没事。那姑娘啊怎么了？去哪儿了？你于大妈化妆的啊？别啊，有爷们儿、啊、那个没您这样的啊。我怎么没我这样的、啊、这样唱一个你会给你一个面子，唱一个你又会又给你一个面子，唱一个你还会，你不能给我一个面子吗？孩子你要那玩意儿干嘛用啊？给你又不是不像你的啊。我得要面子了。这是谁给你灌输的这些个思想？我得要面子了，我都要、哦、要，我都三十了，我都。你这30年耽误了。没您这样的啊！不是你这唱，这我教你的，你回头再给我上课，说不过去了，少爷。总会说得过去的。哎呀，这么一说，你有点不要脸了啊！你习惯就好了。是是是，我也是在努力争取当中啊。总会过去的嘛，对不对？会的会的会的。你我们接下来还怎么玩耍呀？怎么玩耍？我给你唱一个你不会的啊。那再最好了，唱一个你没听过的。喂，我盼着吧。这你要听过，我拉着你摸电门去。哎，凭什么呀？我死了你大妈怎么办？我大妈会活得很好的。一看就心宽的样子。嗯。你今儿票可值了，我跟你说。大妈，你笑声怎么不爽朗了？他还要多爽朗？来，再来个，来来。我的天，他要飞。这是个鹰啊。哎呀，这大妈，咱们说好了，词儿里不许带出大妈来啊，听人笑话。听这个啊。嗯，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，蚂蚁呀嘿，哪段？你瞧，哎，我是老了，青出于绿胜于蓝。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、嗯嗯、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哄回来。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，让我睁开让我明白，放手你的爱。嘿，哎，你这个下三滥学过吧？下三滥还用学吗？这哦，胎里带的，这是啊，就下三滥都是天生的。你刚才这、那个、等会儿，你刚才唱的这玩意儿不是太平歌词，你这是歌改的。我给你唱一个正经的太平歌词。那最好了，绝对没有听过的啊。可以。庄公闲游，不是，咱说话还算不算话了？我刚说完正经的，我还不会的那个正经是不假。这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这劝人方啊，这是劝人方啊。啊，庄公闲游多了，非得出城西啊？非得是劝人方啊？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？非得是劝人方啊？不是，我瞪眼，跟我瞪眼。孩子，你也别闹了，这挺好啊。你听我说啊。这个我是这么学的，我也是这么教的你呀、啊。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看见了。早我就不跟你学了。跟你大妈小子是吧？你看你那个媚劲儿，嗯。我认为就是庄公。庄公闲游多了，非得是出城西啊，非得是劝人方啊。不，这老词儿就是出城西。不不不是不是的呢，干什么？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南北角，听过吗？这是一个怎样的地理位置呢？城南北角，搭天桥过去的。瞧见了，他人骑马，我骑驴。您说的是劝人方？对呀、啊，我这不是来，瞧见了他人骑马，我骑着猪，一样吗？哎，100块都不给你，骑着猪，哎，你是为了低头跟照镜子似的吗？哎。我骑着猪啊，好听、嗯、扭回头
看见一个老太太呀，老太太啊，哎，外国人说中国话大赛前三名有你，老太太，她老太太，老太太呀，嗯，这个老太太怎么样？今年30多啊，公岁，我头回听说。公岁那就60多了，哎，毛70了，乘以二，30多公岁。嘿，老太太前面走着一个老爷子，你看人家这个词儿多么的舒缓，一个老爷子啊。其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两口子。我问你了，那不也你唱的吗？我得给你交代一下啊。哦，老太太紧走了2步，赶板呢啊！一扒拉老大爷，哎呦呦，他就说：“嗯，大哥，我问你，大石栏怎么走？”外地老太太啊！大哥，我问你呢。老太太真贫呐。老大爷说：“嗯，说什么呀？”我不做大哥好多年。我不爱冰冷的窗沿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我爱你在明天。哎呀，这是个有故事的老大爷。老太太说，还没走呢。臭流氓，你也不是正经玩意儿。老大爷就颠儿了。哦，这是个老北京文学作品，还颠了。哎，啊，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。哦，这故事里还有你啊。有我有我。他就说，嗯，兄弟，什么辈儿这是，你怎么骑着猪？哎，纳闷儿呗。我说，你说吧，管得着吗？对，有来言有去语啊。哦，老太太说，哎呀，你把板放下就直接说就行，甭打着板，真的，哎，太好了。对呀，你也受罪。不行不行，我还得唱，这是个艺术。嗯，这是太平歌词。是的。哎呀，你要脸不要脸呐。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呀？好吧。哎呀，言简意赅，该死的老太太。那么说，嗯，哎呀，我问你，大石栏怎么走？还没找着呢。我说，哎，说吧。打车。哎，这个作品很严谨啊。哎，滴滴打车，快滴打车，今天合并了。嘿。哎呀，听你这个节目，知识性太强了，哎，信息量也很大。哎。老太太说，哎，好吧。对，北京城有很多出租车，不错，伊兰特，哎，索纳塔，哦，改折了，捷达，哦，捷达啊，俩字了。嗯，神龙富康，真不好说。随便打，废话吗？这不是。老太太说，说什么？底下喊了，说好吧。对，哎，对，你们回去猜不着了。哎，猜不着了。嗯，老太太一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我这个天爷呀，解答，我问你了，那我也得说呀，你要多少钱你能不唱啊？那看您给多少钱啦。哎，你还唱吧。好吧，耶。啊，你要这么唱我也爱听。哎，花钱听这个浪催的玩意儿放不上。解答，得亏我想得起来。这是第二段。嗯，老太太说，说什么呀？兄弟，老太太不会分辈儿啊。大石烂怎么走？哎呀，还没找着呢。司机说，啊，上车。真贫的这个作品啊。老太太说，哎，说吧，你这老太太在哪儿？我送她去行不行？我真听腻了，我跟你说。腾云驾雾来得多么快，还有妖精啊！哎，不多时来在了大石栏，终于到了。老太太要去六必居买双鞋，六必居卖鞋吗？卖咸菜啊，咸菜。然后
再去六必居买咸菜，买两回咸菜了。然后他想去听相声啊，听相声、啊、哪儿好呢？对呀，对呀，你得有板有眼，知道吗？德云社，真有捧的呀。老太太坐在了哪儿？那儿还这俩字儿你会写吗？哈儿哈儿呗，反正那哈儿啊，听相声，哎呦，哈哈笑，哎，喝了口水，嗯、尿了泡尿。什么老太太？老太太说说什么？我尿在裤子上面了。哎，这回可完了，完了。谢各位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哎，传统的相声，哎，传统相声、哎哎。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，你这些日子审查就是这个作品吗？年三十晚上，万民同乐，就这段啊？当然不是啦。好吧，真好啊。多好啊！我就说句良心话，听过吗？我好歹也七八岁跟这行干好几十年了，就这么好的一个作品没听过。积极向上，弘扬正气，那是这是个正能量的作品呢、啊、你这是五十年来最好的一段节目，好不好？但是能再来一遍吗？艺术性之强，尺度之大，亘古罕见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啊！我真爱听。第二天，老太太等会儿晒干了裤子。别废话，这没问。第二天。是刚才那个一字不落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对，听着吧，您嘞。哦，朱汉公闲游出趟城，哪儿？对，南北角，谢谢啊。南北角，要不提醒就掉沟里了。瞧见了，还真对。他人骑马，我骑着驴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个驴，刚才骑的是猪，怎么又驴了呀？不一样啊！不一样了，不一样就对了。怎么呢？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，玩去吧。下面请您欣赏卖掉票，表演者岳云鹏、郭德纲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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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亲爱的朋友们，谢谢。哎呀，这是开春以来第二次说相声啊，这个站在这个舞台上有些紧张。我记得上一次来这儿演出是上次啊，是上次在这演出已经很多年了。在这，我记得上次在这演的时候，那会儿我还很红啊，很红啊。现在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尤其是今年春晚以后，哎呀，感觉自己不会说相声了啊。还好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跟我师父一起演出啊、我师父今天给我捧哏，特别高兴，特别激动。要不我师父您也说两句。你刚才说你上次站在这儿很红，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多年前咱红过呀。红过吗？红过。哦，红过，很膨胀。就是上过春晚的演员啊。当然了，在这儿说这个不合适啊。嗯，因为首先这是天津，对，又是我师父的家乡。嗯，台底下都是父老乡亲们。是啊，万一说的不对，台底下往台上扔东西也不合适，是不是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这是我的老恩师，是我一直提携我，一直在帮助我。这么些年，我来这儿，我今年38岁，我在德云社我整整19年。哎呦，你都来19年了！19年，我这半辈子都在德云社呀，哎、各位。
你这一辈子也活不了多长时间呢，这是啊，尽量多活呗，使劲活呗。你都来19年了，我都19年了，令人感慨。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嗯啊，这个不用提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嗯，在我师父身上学习了很多。哎呀，哎，尤其是我师父和于老师这种爱情，这种来，这种友情关系，说清楚点啊，这种友情，嗯，台上是好搭档，对，台底下是好兄弟，没错。当然了。我师父在台上经常拿于老师砸挂，说我师父喜欢这个什么于大娘，是吧？怪害臊的。嗯，就现在岁数大了也不行了。嗯，说于老师的父亲怎么样怎么样？那是玩笑，那都是为了挣钱，都是为了这个台上工作、工艺术，为了艺术，这样说好一点。嗯，都是为了艺术。第六，哎，可是各位不知道，嗯，人家二位下了台，我师父特别尊重于老师。嗯，往台上一站，台上随便说啊，只要老两口一鞠躬往台下走，那有个侧幕条，到了侧幕条那儿，我师父肯定一扭头，师哥您辛苦，这是永远的规矩，心情啊，永远的规矩，应该的。我跟孙越就不一样。哦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在台上我拿孙越不当人啊，为了艺术啊。孙越台下拿我当狗。那你们是自己人呐。啊，我们就这种关系啊！我也想学我师父啊。应该在台上，哎，说完了往台下走，我们俩演完了，走到侧幕条那儿，我说孙老师您辛苦，多好。再看孙老师，滚。嗯，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。好狗不挡道，滚。哎，那就这种关系。嗯，当然了，需要从我师父身上学习的东西太多了。你又来了啊！真的，尤其是什么什么太平歌词，嗯，我们后台张小辫唱得好，张云雷，竹板书，嗯，元宵晚会大家都听了吗？都看了吗？我师父一嘴一嘴的味道。哎呀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一嘴掰开了揉碎了嚼烂了，可以了啊，我有点恶心，嗯，交给我。当然了，站在台上不能光说这些，对吧？对，咱得给大家送去笑声。哎，大家不笑，我先笑。嗯，我先笑。我接下来要说点什么事呢？说点我师父不如我的地方。我没听懂。我也没听懂。咱们就当他没说。哎，说点我师父不如我的地方。你等会儿。哎，不是。哎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，要疯了啊，要疯了！我不如你的地方。对了。哦哦哦，那你说说吧啊。不提，不行，不算什么成绩，不如我的地方啊，唱戏。你看，哎，你看看人大伙儿的这反应。怎么了？你没听见？这是鼓励我呀！好，没羞没臊嘛，这不是？鼓励我，我唱戏唱得好极了。其实我不止隐瞒了这些，我还隐瞒了岁数。哼，刚才我说30多岁，其实我今年70多岁了。那你这手术很成功啊？当然了。啊。但是裤衩着火，当然了。今年多了岁数了啊？70多岁。谁呀？我唱戏唱了几十年了。各位哦，哎，过去北京有一科班啊，叫傅连城。哦，那可是了不起的科班。我吧，对，我就从那儿出来的。那是中国京剧的摇篮呢。摇篮，多少大家名角都是那儿出来的。对了，最早有7科：喜连、傅、盛世、元运、庆生平，这么7科啊，这都知道。哎，怎么有质疑吗？怎么不喜连、傅、盛世、元运、庆生平？哎，再来，再给孩子一个机会，再来，咱们再说啊。喜连、傅、盛世、元运、庆生平没办。对，美好的愿望，对吧？是，就办了7科。嗯，其实人家转入地下了。这个教唱戏有这么见不得人吗？转入地下又续了7科。哦，这后7科是什么字啊？一场不看都难受。
他是得转地下啊，太没文化了。我再听一遍，这后几个字是一场不看都难受。哦，这艺名当间就带这几个字。对，你是哪科的呀？步子科。那你的艺名叫不群。啊、哦，还真客气啊，老说那个岳不群就是我。哦，武功高强啊。真好啊，岳不群就是我。啊啊，哎，唱戏唱得好极了，唱很多年了。唱那么多年了，你唱戏的？对呀、啊、京剧。嗯，傅连城。嗯，不字儿了？不字儿了。岳不群，我还有徒弟呢。哎呀呵，复姓令狐。啊、哦，令狐二中。那个有个念冲字的，那个在您这怎么称呼？我不念冲，就令狐二中。我是见了高人了啊！一直唱戏，咱这些年咱不提了啊。嗯、前几年我突然间想唱戏了，我找北京城啊一个大戏院。叫啊，这个嘴最近有点瓢啊。大剧院，你再说一遍。大剧院，大剧院，对，嗯，大剧院，嗯，国家大剧院。谁呀、啊？我。哦，你能上那儿唱？哎，我找他们经理。我经理你好，我叫岳不群，我是唱戏的，我原来唱戏唱的好极了，我想在这儿。唱几天戏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交钱吧，把钱一交，哎，日子一定，我回家自己写海报。怎么这位？哎，这么大的角儿，怎么还自个儿写海报？生动。哦。自己写的海报生动，他们都写不了。嗯嗯嗯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注意了，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表演艺术家。这一张纸就没了吧？大纸哦，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表演艺术家，嗯，还是大个的，嗯，岳不群（括号先生小姐无所谓，他们自己填啊）。心真宽，嗯，要在这儿唱戏。哎，哎，意思我能理解，这儿那哈儿怎么写？这儿哈儿，我北京人啊，我有口音的。你哪儿的？你这个普通话有点太普通了啊！我北京的呀，北京郊区啊。啊，离着北京有多少公里？700来公里。你要说郑州还近一点。要在这儿哈儿唱戏。哎，那哈儿还真不会写。那是。呵儿哈儿。您这玩意儿还带汉语拼音的啊？（括号）国家大剧院啊，岳不群的戏那真是好极了，太水了！您这个词儿啊，特别的好啊啊好！岳不群打小学戏，谁问你了？问不问我也得这么写啊！打小学戏，打小学戏，嗯，四岁成精，四岁成名，要了亲命了啊！小名四岁红。哦，四岁红，真的？这谁质疑你了啊？特别的好。哎呀哎呀，嘴太碎，请你要相信。嗯，后边有三出戏码，还有地儿写吗？有啊，我看这就差不多了。三出戏码，头一出啊，啊，五加皮。哎，你喝小瓶的，喝大瓶的受不了。什么小瓶大瓶？五加皮吗？那叫五加坡。五加坡啊，五加坡。二一出什么？色狼探母。哎呦呦呦！哈哈，这海报就能把警察招来啊！四狼探母啊，四个色狼。好，有一个就够瞧的了啊！四狼探母，杨四郎吗？对呀、啊，杨艳辉四狼探母。是是是。三一出，三一出是嘿嘿，空城计。嚯，三出戏，哦，这都是了不起的剧目，连唱三天啊！哦，连唱三天，五六天，
哎，不，你我拦您一句吧。这五六天啊，哎，连唱三天，哎，五六天、啊。您住口吧啊！这咱们得把这数弄清楚了。刚说完了连唱三天，怎么又写上五六天了呢？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五六天吗？那不周日吗？什么周日啊？我不喜欢那个字儿。哦，这是受过伤害的人啊。一定是被姓周的打过啊。你要不行你举报我去，这也没有问题。您的任务是逗观众，您不要逗我、啊、好吧。对不起，我忘这茬了啊。五六天，五六天，哎，三天，三天，五六天，嗯，括号啊，三天，这是个点睛之笔啊，点睛之笔啊，啊，三天，啊，三天，很有用，很有用，是是是是，大伙儿走到这儿一看，这海报，哟，这是这海报，著名的京剧的大个的岳云鹏，岳不群，你看。报字多了自个儿记不住、哦、要在这儿唱戏，这儿岳不群的戏那真是唱得很极了、哎、啊，四岁成名，哟哟，观众都认识、啊、连唱三天啊，三天啊，三天，太棒了啊，口口相传啊，但是你的海报不成立，怎么不成立啊，你并没有写价钱，无论前后排一律一千，前排跟最后都是一千啊，啊，多少一千，您唱过戏吗，唱过呀，多少钱，五千，我是后排，后排晚上呢，妈是，嗯，五千，你刚才说的是一千，哎，一千吧，一千吧，啊，就算一千吧，对，因为不是你这不分前后排都是一千，一律一千啊，坐前排花一千，看得见听得着，那最后一排一千合适吗，全是一千，我不管，我值啊，那你这那卖不出去，岳不群值啊，啊，三天啊，你再喊一次他们就跟你一块儿了啊，你我说什么来着，嗯，大海报贴出去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啊、哦、各个地方都是我的广告，手机打开开屏就是我的广告，你不都是一张张写的吗，哎，后来口口相传，拍照片大家都传出去了，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啊，三天，全国的戏迷都很激动啊，石家庄知道吧，那太石家庄戏迷太多了，是都往北京来，开车来，骑车来，跑步来，哎呀哎呀，怎么着，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、哎、要连唱三天啊，三天来了，都上北京来了，他们离着还算近，打石家庄说得过去，高速堵车呀，啊，哪儿哪儿都堵车呀，哎呦，内蒙，嗯，内蒙戏迷朋友太多了，嗯嗯，开车来，火车来，都堵车，他们不是有骆驼吗，人家有马，哦，嗯，骑马来，嗯，骑马奔北京，啊，骑马咕哒干咕哒干咕哒干，老有我这里头，往北京来，人骑着马为了省时间，给马装 ETC， 哎，这我都没听说过啊，上高速这马装一，为什么呢？省时间啊，那能耽误多大会儿啊？哎、马不管，马是不停的，哦。马看见栏杆就蹭就过去了啊，过去了啊，你爱看这个干什么，又有栏杆了，你啊，又有栏杆了，都往北京来，哦，内蒙的也来了、嗯、哎，路过收费站，马脖子上噔响一声，哎， ETC 就刷钱了，倒是方便、哎、刷钱了，嗯，内蒙都往北京来，武汉、嗯、武汉戏迷朋友、哎、武汉戏窝子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哎，怎么他烫着了，你知道吗，戏迷朋友太多了、嗯、对，开车来，嗯，啊，火车来，骑车来、嗯、火车站人头攒动，人太多了，嗯，人太多了，一列火车装不下那么些人呢，那怎么办呢，一列火车大概十六节吧，差不多十六节，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，嗯，加节，加节啊，加节，一列火车三十二节，加节，不是那还开得动吗，那玩意儿开不动，没关系，
后边弄一火车头推。哎，岳老板，嗯，发两列火车不好吗？都行啊，都行，都行，无所谓。哦，火车站站长吓坏了。那是，怎么这么些人呢？嗯，你们都干嘛去啊？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。这个流传很广远，嗯，都上北京来了呀。嗯，上海，上海新朋友多了。好，他上海太爱看戏了，也开车来，也骑马来，嗯，最重要坐飞机啊。是是是，哎，一只飞机啊装不下那么些人。你等会儿，知道吗？各位，你等会儿，你等，这一只飞机，一只飞机，半只麦吗？什么鸡？你听着喊是喊烧鸡呢？烧鸡说变就变。哦，你要变上别处变，别连累我。这个飞机不是论价，哎，价，哎哎，飞机飞机场人多呀，啊，都往北京来啊！飞机场厂长吓坏了，这怎么了？怎么那么些人？哎呀哎呀，孩子孩子，快先快回来！哎呦。那马回来 ，ETC 到了 ，ETC 驾！您再说一遍，飞机场的负责人叫什么？厂长啊，火车站站长啊。对，你哪怕叫机场也好啊，没有这么说的啊。飞场领导吓坏了。哎，这可以。怎么这么些人都干嘛去？嗯，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，嗯，啊。这都是那天的观众啊。都上北京来呀！好，上海人来看戏。可是飞机也装不下那么些人呢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嗯，哎，人家有办法，飞一个，低了一个。这个我没猜着，你再说一遍。飞一个，低了一个，两架飞机叠着，往北京开呀。这个，底下一个，对，上面一个，对，两架飞，那你得告诉我，哪个先飞？那是个技术问题，有铁丝吊着吗？吊着呢，肯定吊着呀。得吊着吧？啊，我一猜就是啊。吊着呢，那有没有专业的回答？回答我一下，上面先飞还是下面先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你得容人家说呀。无所谓，反正都上北京来了。啊，都上北京来，还有水路。哦，还有水路。有水路。哎呀，船上装不下那么些人怎么办？自制大木盆。这是什么宝地方来的顾客？大木盆往水里一扔，跳到大木盆里头，弄俩擀面棍，就往北京划呀！哎呀哎呀！边划还边说：“哎呀，岳不群要在北京唱戏啊！”啊，三天，嗯，都往北京来了。来吧，这是上海，乌鲁木齐。好家伙！新疆的戏迷朋友太多了。对对对，都上北京来，京剧发源地嘛，嗯嗯，我捧着你说啊，嗯嗯。火车，火车稍微慢点。对，飞机都往北京飞，啊，全国的飞机都往北京飞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堵机了。咱天上的飞机查住了。我都没听说过，飞机还有堵机的。堵机了，查住了。哎呀，你堵死我了你！哼，开飞机那个人把玻璃摇下来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大哥，我先过行不行？我先过行不行？凭什么你先过？我这还低了一个呢。嗯，哎，他飞得慢呢。我先过，我先过。嗯，我们要上北京听岳不群唱戏啊。好，都上北京来。嗯，来吧。乌鲁木齐远了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骑羊肉串的炉子，暖暖和和的，有的吃有的喝。那能飞得了吗？省得自然飘起来。那能起得来吗？飞得了吗？你看，你不是能装 ETC 吗？新疆的朋友怎么办？往身上绑窜天猴。哎呀，你看那孩子笑的，绑过吧？你瞧，就是绑过，绑窜天猴，哎，一点，砰，就往北京飞。观众太爱传统艺术了。哎，嗯，飞着飞着碰见一个飞机，打开窗户，哟，哥们儿，怎么来的？我窜天猴，比他还快呢。你一天吃几遍药？爱惜自己的身体啊！反正就是火呀！哎，那是听明白了呀、嗯！马上就到礼拜五了，马上就要开戏了。嗯，头一天，北京
满了。哦，满了。哦哦哦，都要听我唱戏。就这一千的票价，大伙不嫌贵，不嫌贵，还真有人买。满了，各位满了。嗯、好好好，马上就要开戏了，台底下全都坐满了。这会儿又来了一千多位。不，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当天、啊。当天礼拜五啊。礼拜五就都坐满了。坐满了，坐满了。哦、经理出来又几位，没票了，实在是没票了。嗯、你看上里边看看，哎，实在不行啊，咱就站票吧，好吧，站票。站票，嗯，站票也行啊，打个折，找一旮旯就得了。旮旯哪儿都行，站票一律一千。站票也一千？我不管前后排，一律一千块。那有人买吗？那玩意儿有，离开戏还有半个小时，哎，又来了五百位，五百位，买票买票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、哎，三天。嗯，喊完就回去吧，也过了瘾了。经理说、啊、没票了，各位实在是没票了。对呀、啊，站都站那么些个了，实在不行啊，咱就蹲票吧。蹲票？蹲票？还有蹲票？有。哦，蹲票便宜了。不，一律一千。有的说，有的说蹲哪儿啊？你看这个人哪都是上宽下窄。对。两个人中间啊，这儿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蹲的。这个这儿这词儿你用的很款式，是不是？嗯。就这儿。嗯。哎，蹲这儿。这位刚蹲下。站着这位高兴了，嗯，哟，哎，茶杯有地方放了啊，哎，这好，搁人脑袋上了，嗯，李开心还有十分钟，嗯，又来了一百位，哦，又来一百位，买票，买票，哎、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、嗯、啊，嗯，经理都哭了，那是，老几位实在是没票了，嗯，上屋里头看看，要想买票也行啊，咱只能趴票了。都没听说过还有趴票，趴票怎么趴呀？这个座位底下都是有空档的呀，有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，一直往前爬。哎呀呀呀！所有座位底下都有人。好家伙！都有人。哎，给我爬过去，搁这。啊！哎，嗯，买票，买票。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。嗯嗯。嗯，大哥你真配合、啊、对，说有就有啊、嗯、凭空帮我加了一个包袱匍匐前进，趴票就得便宜了，一千啊，好，一千，好嘞，哎，嗯，又打最后一排趴到这个第一排，嗯，坐着这位不高兴了，怎么也怎么着，也咬咬咬咬咬咬脚后跟啊，这怎么出来一人呢？我明白了，嗯，你是土行孙，哎，封神榜的爱好者、嗯、什么土行孙，我是戏迷，嗯，我要听岳不群唱戏，你那你不能趴这儿，我这脚往地往哪放啊？嗯，你就放我脑袋上吧。好，就放脑袋上了。嗯，受罪那是。刚放下，这位扒了脚脖子，大哥大哥大哥，那什么，我能喊个好吗？哎呀呀，这不是这还没开戏，你喊什么好啊？不是我怕我活不到那会儿。说的有道理啊。我先喊一个，先试试吧。嗯。啊！哎，行，又踩上了。我以为得说三天呢。嗯马上就要开戏了，好，门口又来了二十四位啊，又来二十四个，二十四位，这回没劲了，买票、嗯，我们要听岳不群唱戏啊，三天不让我们进，我们就剖腹自杀了。哎呀呀呀，好家伙，气性很大，那这图什么呀？经理彻底崩溃了，实在是没票了，各位、嗯、没劲儿了。你看看这剧场啊，由上到下，你看，嗯、哎，要想买票也可以。吊票？什么叫吊票？剧场上头啊有八个电扇。好、啊，这可是个老剧场了啊！一个电扇，三个扇叶，三八，嘿，正好二十四位啊！哎，赶紧打发人去买绳子，给他们捆上。哎呀，捆上！吊票多少钱？那吊票一千呢 ？No， 怎么？一千零四十。这一般可都是一千，怎么吊票倒多了？绳子钱啊！哦，绳子钱啊！讲理，哎，嗯，挨个给他们吊好了，嗯，蹬上去，嗯，蹬上去，马上就要开戏了，有十几位骂街了。为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嗯，凭什么？他看前头，我们看后头。来，经理一瞧，哎呦，还真对，这个三个扇叶啊，一个冲前，俩冲后，是，有瞧不见的。嘿、哎。大部分人是看不见的，那怎么办？最后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给他们出一主意。嗯，我说经理，把电扇开开。嗯，打开
对，一块转是吧？哎，不能快了啊！哦，五档不行，五档一会儿24个全死了。对呀、啊，搜干了吗？哎，就一档，嗯，慢慢转。嘿，谁都能看，这可好。哎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嗯，我后台我也弄好了，嗯、穿好了，打扮得了。您听这词儿，弄好了，嗯，这就要唱戏了。嗯，来吧。刚才我说头一出什么戏？色狼探母。不是，武家坡、啊。武家坡也可以。什么叫也可以呀、啊？因为刚才我没记住。啊、武家坡。武家坡。哎。嗯。一马离了西凉界吗？对。哎，碰头好吗？那是。各位，要不要我？谁电话响了？这会儿接电话是不是？这剧场的铃声响了，来吧，啊、嗯。那我来一个。来。各位先等一会儿，第一排是大姐睡着了。嘿，大姐，嘿，听戏了。哎，这是打电扇上掉下来的。哦，行了啊，打扰您休息了啊。一马离了西凉界啊。对，哎，听着啊，一马离了西凉界。这个还不如那竹板书呢、嗯，怎么样？好啊！叫了一嗓子就听台底下哗！哎呦，这个好啊！这个骂街那是啊，骂着街就退票去、啊啊啊啊啊。哎，效果就跟现在一样啊！哎，都要退票哦，都要退票。你别说啊，啊真有24位没喊哦，爱听掉那儿下不来了。去你的吧！谢谢，说的好与不好，各位担待着听。传统相声叫做卖吊票，这个节目也是我师父一嘴一嘴喂的、啊、哎呀，我师父就那会儿就喂过几个节目，一个叫卖吊票，一个叫八马罐，还有一个叫白蛇传，还有竹板书，这一系列都是我师父那会儿他还年轻那会儿一嘴一嘴喂的。嗯，感谢大伙。这个形容词就不要再说了 啊这个这是第三天演出了。第三天啊，明天还有一天。这个演出是去年10月底我们安排下来的，啊，就想的是先唱京剧，唱3天京剧，然后是古曲的系列演出，最后是几天相声蹲底。结果呢，这个我们古曲社呢，好多老太太呀，扬完了之后啊，太累了，老太太说我喘不上气儿来，还得缓一缓。我一想也是，都70-80岁了啊，所以我们把古曲呢就摘出来了。搁在今年的5.1期间我们再演，但是京剧跟相声还保留了啊，这挨个的给他们就安排时间，可麻烦了。是啊，这都挺忙的，尤其他今年春晚上完之后红的都不行了啊。就你这样人打了一点都不冤。我也知道害臊啊。谢谢大伙儿吧，谢谢大伙儿这么鼓励，这么支持。是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都是您各位捧我们。是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代表德云社，谢谢我的衣食父母，谢谢。看着岳云鹏一步一步成长了，今天我是很欣慰啊，特别开心。你今年到底多大了？我38岁。你38，属牛，85年。嗯，我48岁，他来的比好多孩子都早。早啊，他来的时候我还没来德云社呢，你想。这买卖是他的。那会儿还不叫德云社，不叫德云社，叫北京相声大会。最早我们叫北京相声大会。对。啊，这是后来才改的名儿，张文顺张先生，因为那会儿就。你后来越演越好了，陆续也有人找咱演出了，外边能接演出，人家让你开个票，开个票，你咱没有票那会儿啊。嗯，你想当年最开始他们小的时候，他也张云雷我们那个出去给人演去，像北京城春节庙会一演6天7天啊，就是演完之后人家靠啪啪啪一说，给这几天你们这爷儿几个啊，给你们3000块钱2000块钱就拿走了，
那后来就不一样了，你涉及到人家拿我们当真事儿似的了啊！你们这个演出团体叫什么？我们叫北京相声大会。好，那个得开票，完了傻了，没票，哪有票去啊？你看这怎么办？后来明白人告诉我们，你们得注册一公司，啊，注册。所以注册的时候我们就商量，再叫北京相声大会，它不像个公司的名字，啊，我们那儿那张文顺张先生得起一个名儿了，嗯，啊，这么着商量来商量去，叫德云社啊。这一晃这么些年了，这都是跟着我一块儿，有快20年了，这个19年嘛，他19年，嗯，张云雷比他还早，比我早。张云雷来那才这么大，那小孩儿，嗯，啊，这么大，哎。小辫儿，小辫儿，小辫儿啊，挺好啊。现在呢，孩子们也都成熟了啊。这次演出呢，我也挺高兴，尽量都把时间摘开。除了于老师，实在是赶不过来了。嗯，于老师在外边拍戏，忙拍戏，他也不怨于老师。去年他就签了，那会儿我说你去呗，人都找他帮忙啊。签完之后呢，到今天没拍完，实在摘不开了。我说那你先给人拍吧，那么些个女演员是吧？去吧。嗯啊，就这岁了，比我大4岁，他五十四五了，这岁数了还能去，就说明还挺好的啊，去吧，嗯，啊，让他先野去，风些日子。但是于老师说无论如何，5月份时候天津演出，一个是天津德云社成立2周年，我们会有一个系列的庆典演出，还有一个我们连着几天的德云古曲社的正式对外演出。啊，于老师，我得玩命想办法往回赶。啊，我说你要回不来，你看女演员回来俩也行是吧？啊，挺好啊！各位对我们的鼓励支持，我们都看在眼里边了啊！不是我们说了多好，是您各位不拿我们当外人，是啊，捧着我们。我们把今儿演出的演员都叫上来，咱们聊几句啊。来。我看了一眼，谁适合站这儿给您量着？我一看，不用不用，就这儿挺好。我把后边这个依次给大伙儿再介绍一下啊。你看头一个那个啊，那是侯震的徒弟啊，庄子健。嗯，哎，有一个举牌的，那是庄子健的粉丝吗？没事，你撂去吧啊，到他你再举起来啊。嗯，对啊，旁边这是我徒弟李鹤彪。这大伙儿都说这都天津的孩子啊，王善勇啊，高玉凯啊，张九龄，这个大高个呢也是我徒弟，也是我外甥啊，王九龙，嗯，朱鹤松啊，看啊，捧哏巨匠啊，我徒弟啊，靳鹤兰，嗯，上九溪，郭霄汉，全场就你有一灯牌，你解释一下，这不符合常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嗯，行吧，就那样吧啊。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。一到这个环节呢，其实就是大家很放松，经常有观众哎呀看谁唱两句如何如何的，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，让他们再给大伙儿表演个小节目。我们先让这个郭霄汉的举灯牌的粉丝唱一个来，给他薅上来，快点，问他改不改。彪哥算一学活的。今日说法啊，行了，下回注意吧啊，嗯，这个大伙儿想看谁演一什么呀，唱一什么呀？啊，有人喊上九溪啊，上九溪行。谁？哦，还爱听谁的都有，那别着急，咱们挨个来好不好？啊，有喜欢上九溪的，那么我们有请庄子健，哎，因为俩人。没什么区别，嗯，准备好了啊。对，你先告诉我你要干嘛。就表演一个小才艺吧。那个人叫侯震，是你师父。对，我你是你师父硕果仅存的徒弟啊。所以说他养老送终都指着你呢啊，你可要好好的。哎，来吧，今年是这个兔年啊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口技。你要吐这儿吗？
你别弄一桌子啊！哎，别吐着，咱还干呢。表演一个杀猪。谢谢大家。他师傅叫朱震，你知道吗？这传出去好听吗？这个啊，那是相声世家的事情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哎，李和彪，快替你看看啊！你他那个徒弟没有咱们徒弟露脸。彪哥唱两句，彪哥唱得好。唱一个山东二黄三家店行吗？江山而来，只在这大街胡同口，止不住伤心的泪呀，滴了点点往下流。提起来家乡住处，我也有尊一声哥们儿兄弟三老四少，听我了说从头。家住在山那东，接南府李城县，转竹巷往东走，一二三四抬头看着黑的西的大门楼。我的娘在家中啊年高寿，我的爹在前朝，这个大马金刀做过了顶过后，此一番重新发配等着路上走。扛着家带着锁带着锁，扛着家扛家带锁带锁，扛家细嘚铃铃这不那个满面羞。也不是杀人的凶犯越则手，而不是宁门巧舌烂谢谢谢谢谢谢调解大牛。来俩人弄走，快点弄走。这是电影靠山吗？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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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别看你别看没板没眼没韵味，这还挺刚才我们那杀猪可在板上。李和彪，你没打过杀猪的啊？单勇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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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单勇是正经天津卫的娃娃啊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杀什么？别别别，再来喜庆点儿。太好了，哎，唱两句京剧吧。来呀，要是李和彪那样的就不用唱了啊。不，来一个这个《完璧归赵》。好，一货。流水。好好好，蔺相如啊。凤凰之夜。没问题，太棒了。凤凰。只一刀擒那棒，登山涉水马蹄啊忙，耳听得金鼓咚咚震天那响，不觉来到了秦国边疆，看关口金旗招展刀枪明又亮，二郎国鼓称号啊枪打要打啊啊啊，白无酒王怒闯啊啊啊，这多好，正经是个节目啊。那个高玉凯快来。大凯凯，嘿，岳哥，这个高玉凯呢，我得单独介绍。啊，你看他在后台，他也管我叫师傅。他是评书门，是我的徒弟。要按相声来说，人家老恩师，咱们天津的名家魏文亮先生。哎，好，就算演完了吧，好吧。哎，好嘞，岳哥，好嘞。来，岳哥到这儿这么轻松的，我来几句说唱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大伙儿。那虽然没有掌声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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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个天津说唱吧，天津版的。来到了天津卫呀，我是骂也没学会，哎，骂也没学会。再次介绍一下魏文亮先生的徒弟啊。我也没见过那么配合的孩子。郭晓汉，你给我过来。你解释一下那个灯牌怎么回事？这个。你看看整个这屋里边除了那几个安全门那亮着的，剩下就是你这个啊，你解释一下。这个可能是那个安检的亲戚吧。嗯，偷带进来的，这我也不知道。那你表演个节目吧，折一折这个尴尬。行，那我就给这个举灯牌的这个小姐姐啊，小姐姐我唱两句。是个女孩哈。女孩子。那你们别跟人斗哈、啊、站起来看看。啊、哦、哎呦，棒棒的好孩子啊，知错就改是好孩子。唱唱，今儿回去就把相声记了。下次别开关就可以了。嗯，哟，还嘱咐上了。那让他上来，我问问，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都看不清，应该不是。应该不是，我那，你再这样，我看你衣服什么颜色？哦，白的不是。啊，这个白的不是。不要下去，孩子，不要下去。给大家唱两句流行歌啊。好的，是不是这歌不伤人？
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流泪。谢谢少爷，您有点对不起那灯牌，真的回去就给他拉黑了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嗯，朱若松，哎，回来。朱若松正经天津人，在后台被称为是捧哏巨匠。哎，啊，这走这个呢，哎呀，有人不太熟悉他，但是您可记住啊，这他要红起来之后谁也拦不住。你想在后台岳云鹏他们这一大堆说相声的爱听他的相声，我的偶像啊，你看看，真的兄弟，他这个你放心，等孙老师一死，我肯定是相声。哇，上师傅那儿干你，那个大年纪的啊，哎呀，那不还得等好几个月嘛，是吧？啊，确实是，这个好日子什么时候会来啊？朱松走上这个家乡的舞台呀，心情非常好。附体儿了。朱松走上这个舞台，心情非常激动。我有这两个小伙伴啊，和这个靳鹤兰先生，还有这张九龄先生，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，所以我们仨人啊，准备给您奉献一节目，好不好？上人啊，上台呀、啊。上啊，别看我们哥仨啊，咱就实话实说，我们哥仨这嗓子呀确实是有点这个，用我们行话来说、啊、你来不来、啊、不是，我就用行话来说，这就有点跑调。但是我们仨人从小就玩音乐，他从小就玩歌厅，他呢老掰在大胡同叨腾钢琴，所以我们仨人啊离音乐不远，所以说来递个令子开始。直接来了，来找我们哥仨，确实在德云社，尤其这个后台稍有这个唱跳男团。对，唱跳男团，我们有一个混号叫中山门男孩，包一个不如一个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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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传统的舞蹈啊，对对对对，好好来啊。哎，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， 哎哎哎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，宝贝宝贝，跟我干一杯，这是你最爱的黑桃 A， 干杯！还再来一个，我要看懂了，我是那个外甥，哎，快来吧。这个他们刚才怎么不带你来？那个这个就这，我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。好孩子有志气啊，是吧？你演一个什么呀？我这刚才在后边听了，彪哥既然唱了，我也唱一个吧。好呀，我也唱一个。啊，我唱一个评戏吧，提前跟您说声对不起。哎呀，对不起了，不用唱了，不用唱了，我来了，不定多难听了，一定要超过庄子健那个。哎。正行走来用目观，又来到王怀的大花园，高大壁墙青石板面，树木朗林倒也威严，当若雪这是寓意着肥猪拱门啊，有一好年景啊。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上酒席，上酒席，快来吧。你看这小姑娘们打刚才就喊你的名字啊。哎，谢谢吧，谢谢谢谢。喊这半天连个灯牌都没有。你看人郭笑话呀，嗯，你别看演的不怎么样，人还趁灯牌，嗯。来吧，孩子。啊，给大家唱一个我自己写了一段那个说唱吧 ，rap， 好吧。是那个来到天津卫什么也没学会那个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哪能央啊？咱是您教的。哟，我开启自己的 flow 和儿时的 bro， 去过平行宇宙，霸气外露。我飞船开得贼溜，在那个空间里可以翻转变个兽。那和童年的时光宛如白驹过隙，成长的故事好像装满飞道具。You don't care about me， 节目活成花絮。其实每次经历都是给人生加戏。我以三思而立，依旧循规蹈矩，偶尔差强人意，难免唉声叹气。整理失落情绪，通通拼接一起。我竟然发现这段唱词可以设笔成趣。不用怕，就让我开着全场，不用怕，就让我开着全场，不用怕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有点卡碟了。Yo yo， skr。下回要演这个自己带话筒啊，都是哈喇子啊。哎呀哎呀，坏了啊，有人要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很惭愧，
我前天我刷那个短视频，我看到小辫儿在台上是一段接着一段，一段接着一段，人家唱的是真好，你也可以，打心眼里羡慕人家。我是，这我唱的是真。啊？为什么？什么？我都没听明白，没懂，没懂。反正观众说了，想让岳云鹏唱两句是吧？啊，你看看怎么办吧。听什么？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。你看，我会唱，咱就唱，是不是？不会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哎，这歌还没死呢。没有啊，活得挺好的呀。好家伙，啊，唱确实唱了有点，太时间太长了。挺好的。宋行郎，好啊，好，你看咱会张嘴就来。说有就有，来。一不叫你又来呀，二不叫你愁啊，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肚金钩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洞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呀。楼上的朋友啊，看看能不能盖过楼下的朋友，楼下的朋友不要发出声音好吗？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哎，没钱还挺有劲儿，你看看。楼下的朋友啊，楼上Sorry， 听听楼下的声音大不大？楼上不要发出声音啊！小妹妹送我的郎呀，有钱也有劲儿。哎呀，我救不了你们了，一个又能玩半宿。行，谢谢小月啊，没听明白啊。好，行，我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叫小帆是吧？他让你唱小帆。我来不了。观众的心愿啊。我来不了。这个连着第三天了哈，明天的演员呢也挺好啊，不知您各位有没有名的票啊？哎呦，有一位啊，你看，你四场都来了，太棒，这个土豪啊，哦，这位哦，这位也有啊，那真好啊。你看那活该了，行了，这演出陆陆续续也都开了啊，今天开始我们就多说相声呗，大伙儿这么捧这么鼓励，我们看看后台演出部递上来的单子，我们打四月中旬开始啊，就一场一场接着就演了啊，谢谢各位的鼓励支持，你们多攒钱吧啊，我给您快乐，您各位给我饭吃，咱们是一家子啊，来，都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来来来，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哎呀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呀，走过三里桃花店啊，哎呀，越过五里杏花花容啊。
里听锁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呀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，哎呀，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啊，巧克力啊，你这是憋着齁死我呀。第四次出台，心情啊，你心情太兴奋了。第四次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啊，那叫出场啊，出场，心情特别的高兴啊，看出来了，也特别的激动，是吗？您在这个后台来说，称得上是头把好角。刚才我在台上可能说了一些个不尊敬的话，我向您说声对不起，那都是。都是浮云啊，那么我跟徒弟们不上令。你这还算好的呢。好吧好吧，这位郭老师啊，相声说的那真是好，相声界的一朵奇葩。咱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，有话好好的说。相声界的一朵奇葩，我都奇葩了。嗯，很好的演员呢。您给我讲吧。很喜欢您。谢谢。真的真的，我问您一个小问题。哦，您奋斗了这么些年。哎呀，你嘿，你重问吧，好吧。您奋斗了这么些年，挣着钱了吗？你要干嘛？我不干嘛，就是问一问。反正还行吧。买房子了吗？买了。买车了吗？买了。买房车了吗？你说那卧铺车？有一辆。有吧？对。您妻妾成群吧？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太有钱了。那叫犯罪。太幸福了。这就幸福了。幸福。你就这样。就这样啊。你怎么了，你这是。你就这样吧，你就。我就哪样了，我。你就坐吧，你就啊。好，看来我的问题还不小啊。当然，我顶恨你们这样的人。那你退出吧。能好好聊天吗？我们一直在努力的配合嘛，是吧？嗯，佩服你啊。您客气啊。有钱了，幸福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专业什么咧子打刚才有话好说，怎么了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。哦，这问题还不少啊。什么叫幸福？买房买车妻妾成群呗。不对。那不对了。幸福啊，应该拆开。你就说说这福就行，你懂的。我懂你啊。拆开再合到一块儿就是幸福。真的，仔细琢磨琢磨。哦，这个分了这个啊。当然了。嗯，幸福，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，呵，这叫幸福。你别看你没念过书，还知道不少科学知识。当然了。嗯，我满足时的状态没有过。真的。那你死去吧。还不能啊。我每天都强努强努。这字说的真牙碜。唉，没有幸福啊。你没有幸福啊。对呀、啊、去追求啊。追求幸福啊，是对的。嗯，爱情、事业、金钱、美女都有了，就能幸福吗？还行。不见得。哦，美女我有过。你们让他说完吧。我有过，曾经有一小妞跟着我啊。当然了，这小妞啊嫌我娘娘闷闷。那小妞有胡子吗？
就嫌我娘们唧唧，不够爷们儿，我就跟他吵啊。那是您怎么吵的？我就跟他吵。嗯，到后来一激动，我哭了。他劝你了吗？劝我了。啊，你是个爷们儿，知道吗？还哭了，臭不要脸。这姑娘大学毕业，她走了。早就该走了。走吧。嗯，我再寻觅一个。不好找了。好找。嗯。不是，跟着我这个姑娘啊，嫌我娘的闷闷。原来那又回来了。不是原来那个啊，嫌我不够爷们儿。后来我对她特别的好。要不你就找个男朋友吧。哎，你是个男的吗？ No。 娘的闷闷，好好说话。好吧。嗯，我对她特别好。嗯，我请她吃饭。哦，在饭桌上坏了。怎么呢？出事儿了。饭桌上出什么事啊？点菜呀。啊，她要吃大龙虾。哦，我想吃小龙虾。她非要吃大龙虾，我非要吃小龙虾。嗯，为了显示我够爷们儿，我跟她吵起来了。你财迷还有脸打架呢？打架。我站起来了，啪一拍桌子。哎呀，旁边好多人呢。嗯，啪一拍桌子。小怎么了？小怎么了？小就不能满足你了吗？很多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。我要在场我能报警去。那姑娘站起来就走了。她没抽你就走了？算了算了，我不找了。也不好找了。我不找了。嗯，我去追求我的幸福。哦，我这人挺好的。你会大的。因为龙虾现在便宜了。我要追求我的幸福。是，我这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。看你那个作死的样儿吧。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。哎呀，我只是抽个烟卷儿。哦，哎，抽烟挺好的呀。有人喜欢抽烟。抽烟对身体有好处啊。你听谁说的？我问你，每一个烟盒上都写着呢。写着什么了？抽烟有害，但是健康。对不对？你要念过书就完美了，真的。对人身体有好处啊。人家是这么说的吗？那怎么说？抽烟有害健康吗？我就那么理解，抽烟有害，但是健康。猛抽。嗯，你准能活到死啊。我就抽。嗯，后来有人说啊，啊，这个抽烟呢、啊、容易猝死。你在哪儿听见这句话？电视上啊。电视节目上啊。哦，我看电视，呵，人说抽烟能使人猝死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猝死。哎，我差点猝死。你是个牲口，我告诉你。电视上说抽烟能使人猝死，电视节目说抽烟容易猝死。对了，嗯，我心里琢磨琢磨，嗯，可能人家说的有道理。那是。但是，哎，你有药吗？打那天起，我是一咬牙一跺脚，不抽烟了，不看那个节目了。哎呀，这叫什么尺寸？你这个，我就猛抽。也抽吧。嗯，往死了抽。 嗯， 嗯，好。我觉得这都不算什么。哎，对，每人都有爱好嘛。不错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上个房啊。上个房。什么叫上个房、啊、您刚才上个房吗？上个网。我对普通话的理解是有点问题了啊。上网。嗯，斗个地主。上网就为了打牌啊、打个游戏啊，植物大战僵尸。哎，我就爱玩那个。对，哎呀，我天天玩那个。其中有一句话说得好。什么？有一大波僵尸向你走进来。我天天玩啊。语音提示吗？啊，有这么句话是不是？有一大波僵尸冲你走过来。对呀、啊、我玩了一年呢。怎么样？我都没有见过大波僵尸啊。这个岳老师啊，我的幸福在哪里啊？你的幸福在麦子地里边呢啊。人家说是一大堆僵尸，人家，对吧？你是怎么理解的？我认为
一波僵尸吗？大，你会大的。龙虾现在便宜了，我不能耽误播出。得了，不玩了，出去玩会儿啊，出去吧，溜达溜达。好，坏了。又怎么了？又惹我生气了。您这玩意儿气性也忒大点了。太大了啊！我门口有一加油站。嗯，加油，现在油挺贵的啊，加一箱油送份报纸啊。都那样啊？偶尔呢给个地图。嗯，有这样的。最好的给个 GPS。 我这是提迷津了啊。真是给个 GPS。 我真好啊。办张卡积分啊，我办了张卡积了分，我天天去，天天加油，天天加油，天天加啊！我说俩月了，我说给我来个 GPS， 我来。哎，去俩月了，差不多了。过来，给我来来。人说了，不能跟你来。嗯，因为这个 GPS 啊，需要70万分。哦，我那这一箱油几分啊？一分。嚯、哦！那照您的意思，秦始皇活到现在他拿不着 GPS 啊？秦始皇那会儿也没有车呀。秦始皇24小时开车，活到现在拿不着 GPS 啊，连睡觉的功夫都没有了。啊、我说那也行啊，那你给我来份地图啊。要地图？你给我来份。来、嗯、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？你还要地图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个自行车知道吗？你那个油都加哪儿了？我都干油嘛。那你骑的不定多快了。我都干油嘛。啊，是不是？我那链子不得干油吗？你裤腿还拿小夹子夹上了吗？你准骑过，现在不骑了、啊、蹭上啊、嗯、哎，气我气我、嗯、拉倒算了，不给。哼，我不跟你玩了。嗯，我走了，我吃饭去了。嚯、哦、我们小区旁边有一个广东早茶。啊，懂什么叫广东早茶吗？不懂。就是特别贵的饭馆叫广东早茶，我的头回听说。特别贵，往那一坐，嗯，待着吧，我想看一看，看看人家都怎么点菜。哦，因为我没有吃过呀。在我旁边坐了一个小黑胖子，他从兜里，你就说是谁就行了，好吗？坐一个小黑胖子，小黑胖子从兜里掏出100块钱，啪扔桌子上，给我来100块钱早点。倒霉模样，你看看。结果呢？结果人家服务员说了、啊、这不卖半份的、啊、这都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小黑胖子灰溜溜走了。你再提提我就抽你了呢。到中午又来了啊、嗯！小黑胖子往那一坐，哎呀，点菜，服务员过来，有2尺长的龙虾吗？啊、那都是一块吃饭去了啊。那服务员说了，我们这儿没有2尺长的龙虾。哦，2尺7的。哼，2尺长的龙虾都没有，给我来一份炒饼。你等会儿我问一下，你们有意思吗？多好，我就看着他吃。你这记性真不错啊。转过天又来了。嗯，看，我说来这个鱼翅炒饭。哦，这个吃的早了点了 啊！我就单追着他了，还追着你这事儿，你准不会写。单追着一个小黑胖子，我就爱看他。嗯，有事说事儿，别标本人。这人傻了吧唧还吃饭呢？什么话这叫？好，谢谢大家。嗯，不大会儿功夫，鱼翅炒饭上来了。好、哦，再瞧那位啊，就扒拉扒拉扒拉，扒拉半天，他肯定换了7双筷子都没找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你说的。换了7双筷子都没找着鱼翅，他急了。嗯，把你们厨师叫过来。叫厨子啊。厨子过来了，干嘛呀？5大3粗啊。那是啊，我要的鱼翅炒饭，我换了7双筷子了，没找着鱼翅，为什么回事？嗯，大胖子说了，我的名字叫鱼翅。哎，你等一会儿，你没给大伙儿节骨眼不齐齐，那再来一遍好吗？哎，一二，我的名字叫鱼翅。啊，祝贺啊，祝贺啊，你们都成功了啊。好，
行了，够了，有便得了啊！当时我特别你们是听相声来，你们上课来的这是？当时我特别高兴啊啊！行，我换一家，我不在这吃，嗯，换另外一家饭馆，好吧？往那一坐，服务员，我来份炒饼，哎，来个煎汤，来汤，不大功夫炒饼上来了，这么点儿，就这么一口啊？啊，这么点炒饼啊，还有一碗儿，碗是湿的。我说这怎么回事、就是、这玩意怎么湿的？对呀、啊，先生，那是您的汤。好家伙，真会过日子，嗯。气疯了我了，嗯。去，把你们经理叫过来。这，我们经理上对面吃饭去了。自个儿都不吃，明摆着欺负人呐！是，我连吃饭我都找不到幸福啊。啊，我心情很难受，哎呀，特别难受。嗯，我上洗手间了，在那儿吃去了。嗯，人家于老师跟你捧哏说这个了吗？没有。上洗手间，好吧。打开水龙头，凉水，啊，往脸上扑，想让自己冷静一下。不错，心情不好啊，嗯，特别难受啊。我冲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跟他说两句，说说心里话。哎，岳云鹏，你行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我看好你，你不错。骗自己有意思吗？真是不错，你和超人唯一的区别就是，你和超人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没穿裤衩。你和超人共同点都是篮球裤，我看好你，不错，支持你啊！我走了，扭头我出去了。嗯，把您的秋裤提好了吧。到厕所门口一看，看对面，有打对面的厕所出了一个男的，你也进的女厕所？我没走错。万幸，我没走错，这不是小黑胖子吗？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我是瞧女厕所出了一男的，小黑胖子看见我撒腿就跑啊！为什么呢？他觉得自己走错了吧？他刚跑，又打厕所出来一个女的，追上他，就是他在厕所胡说八道，我都不敢出来。您这玩意儿第三人称的啊！追上他，好吧， 好些人把那小黑胖子追上了，噼里啪啦这一通打呀，嗯，我在旁边我窃喜呀，幸福感呐，你好不是东西了，幸福感油然而生啊，给您道喜 啊，太好了，行，我再去追求我的幸福啊，虽然我没有钱呐，是，但是我想做买卖，您这都是人话吗？你卖什么去？你我卖日用的和那个夜用的。我走吧。干嘛去？跟你在一块显着丢人。怎么还丢人呢？您说的都什么东西、啊、日用夜用的吗？您给说清楚了呀。大宝，日用霜，晚用霜。讨厌。那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大宝呢，就是大宝。嗯，啊，我就跟那儿弄一筐，弄一筐啊，坐马路边上我就卖，卖呀，卖呀。哎呀，你也不怕着凉？心情很不好。嗯，过来一个女同志，你卖什么的呀？日用的，夜用的。臭不要脸，踢死你！你跟人说清楚了，就走了。啊，这一天下来一分钱我都没挣着，没挨打就便宜了。哎呦，心情不好。哎啊，我的幸福在哪里呀、啊、嗯，我抬头一看，当时我震惊了啊，有一个算卦的。我、哦、这个新鲜了啊，这都什么时候，21世纪了，怎么还有算卦的呢？就很奇怪了。就是啊，嗯，我就问一问，我说大爷，您算卦的，您帮我算算。嗯，
我的幸福在哪里？问问他吧。我这人不想劳动，但是我想挣钱。我行吗？我能做一个不想劳动能挣钱的人吗？就这么跟您说吧，我想做一个带翅膀的吸血鬼，行吗？啊？等大爷啊！大爷说了，你去做护书宝吧。我心里不好受啊。我们心里挺好受的。欺负我呀！我得跟他打架呀！哎，你跟人算卦的打架？欺负我呀，隔我呀！人家说的是实话。当一脚给他踢躺下了，我踢老头，旁边好多人都不愿意了。过来揪着我，打打打，一顿打呀！嗯，一顿打呀！哎呀，我站起来，我心想，浑身都是血。嗯，什么吸血鬼都吸不了了。啊，我这怎么办？你抹脸上就说是本命年。不行，我得看病去啊。嗯，去吧。抬头一看，50米开外就有一个医院，倒是不远。我得打车呀。哦，打车啊。那我得打车，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嗯，我就坐上去了。司机问我师傅您去哪儿啊？往前开，往前开。不是您去哪儿啊？往前开。嗯，不是师傅您去哪儿啊？哥伦比亚。下去。哎，好，到了。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。哎，上楼。嗯，找医生。嗯，给我打一针，毕竟浑身都是血嘛。就是。哎，医生拿了个针头啊，用的针管子。你这比划这像夹角儿，你这。我一看，当时我震惊了。啊，怎么这么大个儿啊？嗯，你就问他，我说大夫，您打针疼吗？放心吧，小伙子。我打针20多年了，嘿，啊，没有一次不疼的。他们真应该改改这毛病了，这么些年还这样。我心里不好受。嗯，啊，我的幸福在哪里呀？在哪儿啊？我很难受啊。嗯，我吃都没吃的呀，都没有吃饭的东西呀。嗯，啊，这怎么办？下楼来，往前走，抬头一看，看见些个城管的人。工商执法的人哦，我看一下，我撒腿我就跑。你跑什么呀？你管不着，撒腿就跑。不，哎，这什么话这叫？哎，管不着。哎，我跑了2条街，看见一个卖羊肉串的，我唰抓了一把羊肉串，40多串。我说吃完再给钱。我正吃着呢，城管的过来了，再瞧这位，倒起炉子就跑了。哈哈哈！这法好使吧？嗯，可能我说的不太好哈。行，我能听得懂。我正吃呢，抱起炉子就跑了。哈哈哈哈！这就是我的幸福。我尽力了，孩子。哎，剩下那30串我都给卖了。你还能卖呢？能卖呀，能卖。哎呀，你真是个买卖人。嗯，高兴。嗯，挣了这些钱，我做买卖。你等会儿吧。嗯，你挣了多少钱？你做买卖？30块钱呢？30块钱就能做买卖了？做不了买卖。那是。我再挣些钱，朝人家借点钱。啊、哦。我做一个大买卖。哎，做一什么买卖呀？我开一火葬场。胡说八道，这都是、嗯、啊！私人能开火葬场吗？不是那种火葬场。什么呢？宠物火葬场。没听明白。现在有钱人呢都养宠物，不错，宠物不小心死了呢，他不舍得扔了，心疼吗？埋了也不合适，是烧了。嗯，上我这儿烧了啊。哎，50厘米以上800块钱。哦，50厘米以下600块钱。有价的。哎，嗯，你还别说，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。不错，真来了人了啊。哎，先生，这个多少钱呢？50厘米以上800块钱，50厘米以下600块钱。嗯，我给您20行吗？哎，花价的天上一脚地一脚啊。我说你要死吧，20块钱给你烧了。昨儿来一个1000块钱都没烧，怎么呢？骆驼。那是、啊、他还不让切。哎，能烧吗？有这么大的锅吗？就是啊，就是不给你烧，不给你烧。20块钱不行啊。好，20块钱不行啊。对呀、啊，你说你烧一蛐蛐值当的吗？来，找乐是不是？嗯，就不给你烧，就不给你烧。他说一句话，当时我都乐了。说什么了？你不烧也行啊，把羊肉串钱还我。哎，要账了。